前兩日百佳推出了一隻新的日本雞蛋做特價$40兩盒，但是打開之後我就很驚訝，裡面的雞蛋殼很薄，很多都裂了少少，一隻半隻算了，誰知一打開看看發毛，拎了兩盒都不要緊，全部拎下來退。百佳是普通的東西就會賣得貴，平的通常都是有問題，買啲肉竟然是臭的雞翼都拿出來賣，佢嗰啲叫特價。之前有網友問我點樣可以讓啲牙齒雪白啲，我諗起就係呢個草本同埋珍珠粉。唔好嘅我唔敢介紹，因為以前我買過好多次珍珠粉，都係俾個工人偷偷咁用曬。唔好嘅嘢佢係唔會用嘅。之前我部吸塵機唔見咗個管，已經用到好舊。試我就買一部康佳牌嘅吸塵機。部嘢我買咗個中配，如果頂配佢有一隻係可以拖埋地，但我覺得都係傳統嘅好。呢部係新款嚟嘅，佢呢部隔塵網都係可以用水清洗。吸塵機仲有一個用途就係近親嗰陣可以吸翻佢出嚟。如果有個日本伯伯就係吸塵機救翻條命，塊面由紫色變翻正常，急救法拍翻佢出嚟，不如用吸塵機係最有效。嚟緊呢個叫隱形義齒。佢只係$210，呢個係比雙假牙好好多，嗰啲植牙要成萬幾兩萬蚊起步。呢度係淘特嘅產品，你只需要咬一個牙印寄翻去，就同佢做一個模出嚟。我覺得呢個先叫做衞生，可以拆出嚟洗，活動嘅假牙先係最衞生。專家講，植牙係會有牙周病，同埋啲細菌會帶落你身體裡面。就喺边度网购都好，要睇下佢有冇负评。如果佢冇负评，就要睇佢追加，追加讲啲乜嘢。呢、這个隐形义齿理论上应该系咬食物会有力过嗰啲上螺丝嘅牙。间店叫经典牙膏官营企业店 ，Amway 呢只牙膏就系 OEM， 系大陆做嘅。呢个688睇过，之前系卖2.几，但系要卖10,000支。而家终于俾我喺淘特度揾到，系卖9蚊支。Amway 牙膏就喺呢间叫本选优品企业店，以前买过好多虾皮，呢间系最好嘅一间。首先佢包装都好好，不过要摆喺雪柜保存，用嚟煮豆腐汤、煮面一流，一系炒饭嗰阵吊味。14.几就有一斤，好抵买。面好干净，有鲜又有虾味，名叫做三色海食品企业店，你可以打呢啲字去揾。嚟紧呢个就系日本人发明嘅，不过俾中国做到就变成白菜价，好抵。由于1688要买好多个，我今次喺淘宝买咗19.8一个，完之后永远都唔会唔见嘢，证件、credit card、锁匙、钱等等。呢只镬系出口日本嘅，我喺日本见过，一模一样。淘宝、淘特都系差唔多价钱。镬炒嘢系唔会黐镬。炒饭炒河粉会好食啲。呢个饺子器系3个一 set， 2个饺子模，一个就系吸面粉圈。今次我系用咗俄罗斯嘅面粉，呢个系高级面粉，系高筋，同日本嘅差唔多级数。最唔中意就系香港嗰只韩国面粉同埋大陆面粉。系大陆面粉有一只系最劲嘅，呢个系卖得最贵，系新疆嘅石磨面粉，佢系5公斤$66。到了我用完之后给大家一个报告，前面就是俄罗斯高筋面粉整出来的饺子，这个是海鲜饺子，告诉大家怎样整。材料全部都在街堡里面买，首先就是虾、鲶鱼、北海道带子，还有韭菜，里面一定要放干姜汁或者姜蓉，将韭菜切好，跟住再用盐揦下去，跟住就会有啲水出嚟。一云吞包饺子都好，里面一定要放虾子，提高佢啲鲜味。呢只我用过，非常之好。喺5楼源土特产，系淘特。另外呢个都喺淘特度买嘅，就系好 OK。店名叫做鲜培之。睇下我呢个工人做个错误嘅示范，佢完全冇用到饺子器。佢直头用个手包埋夹完，跟住先再用饺子去夹佢，根本就多咗一重功夫。正确应该铺喺个饺子器上面，跟住匹料，跟住一夹就系一个，可以悭翻好多时间。呢、这个工人好唔识煮嘢食，用咗佢已经8年啦，而家解雇佢，
嗰陣先投行，額外要俾多差唔多50,000蚊，因為佢做咗8年，8年嗰個長期服務金係34,000蚊。另外疫情有3年翻唔到去，放唔到嗰啲假，又要計翻錢，嗰度5,100幾蚊，跟住仲要同佢買機票。工人越用得耐，嗰條數越襟計，估唔到要花成差唔多5餅嘢先可以洗得佢走。餃子裡面放咗蝦子就會好鮮味，蝦子亦都係男人補品，佢嘅效果絕對好過食蠔。而家睇佢係咪真係唔識得用呢個餃子器？应该用块皮铺在饺子器上，跟住将啲馅喷在饺子器个皮上面，跟住一夹已经系啦。但系佢冇咁样做。嚟紧系长白山嘅人参粉，都系卖10幾蚊一盒，就系人参嘅味道。呢个系养参，而嗰啲蜜通三七根本就系大陆嘅三七 OEM， 好平。我19.2一支买贵咗，原来系2.1，我要买300支。仲每一罐都送你匙羹，紧呢支系益生菌好唔掂嘅牙膏，唔好买。跟住嚟紧一个就系无中生有牌子嘅牙膏，广州人最中意玩呢啲，又话美国牙膏又系广州制造，都唔知佢想讲乜。根本就冇呢只咁嘅牌子 ，Mr. Lulu， 我真系做过 Lulu， 40-50蚊一支，真系堪称最贵嘅牙膏。好唔好嘅牙膏，刷完牙即刻知道。呢两支印度牙膏比佢仲好，系卖紧20幾蚊、30幾蚊，喺尖沙咀摩地道嘅印度铺买嘅。嚟紧系1688嘅百洁布，好厚，1蚊條。嚟紧系防虫箱1688买嘅，2年前买嘅，真系防到虫喎，所以话俾大家听。嚟紧系唔会整污糟双手同台嘅蜡笔，佢系卖紧15蚊一盒。跟住呢只牌子叫 Sakura， 我见到日本有卖，600可以揾到，平24色系10蚊盒。上海品城商贸有限公司，嚟紧去淘顿买得嘅同唔得嘅无花果，呢个系得嘅，得嘅应该系黑色，飘到好白嗰啲就系呢啲啦，唔得嘅，直头见到啲梳味，哇，绿色嘅，仲有食得出有阵臭味，老龙田旗舰店系唔得嘅。嚟紧系1688嘅密实保鲜袋，佢10隻先系个几，15隻都系2蚊，10隻都系过六。所有开封嘅食物成袋摆落去，又唔需要呢啲咁嘅封口。呢对皮鞋我觉得都几好款，都系140蚊，不过喺淘宝买嘅。嚟紧喺1688买嘅猪毛刷，用嚟按摩头，按摩细路仔嘅头。呢个系按摩梳，用嚟按摩用。棉花棒一盒都系2蚊鸡，我买咗5盒。嚟紧系1688嘅爬山拐杖，我用咗好耐，自从部车劏咗之后，都好少去行山啦。17.4，呢个就系沙滩石啦。我成日清水湾用呢、这个。呢、这个就系青柠小苏打，呢、这个系保命嘅。如果真系有 cancer， 唔需要去。送錢俾醫生製造呢個月球醫生、星球醫生，去將你嘅財產完全榨乾。我哋用檸檬將刮啲汁落去，跟住再放啲小蘇打，食用小蘇打就好似變咗以羅果之鹽一樣，好好味。真人真事，我有個朋友去咗食完淡仔之後，佢就屙白甩，係屙鮮血。应该可能是大肠癌末期，一嚿一嚿好似猪红咁。佢就饮柠檬小苏打，大概饮到第7日，开始啲血收晒，完全好靓仔啲便便。青柠檬要喺拼多多嗰度买，淘特有一间系完全唔得。我哋用呢支酸碱笔测下自己嘅尿，如果嘅尿液系6.幾度，就证明系合格。通常啲人都系4到5度，都系偏酸嘅。癌症在身体里面，如果是碱性，它就生存不了。我们必须用酸碱笔量度自己的尿液。酸碱度如果是 7.2， 癌症就生存不了。这间小碗豆生鲜店是淘特的，完全不得柠檬。接下来试试买这只。是松下基心的拿枪，它很便宜，只是68蚊一支，我买了2支，用得下。这个是拼多多买的全麦黑小麦整面包，
然之後加咗水同埋酵母，2.5公斤係40元。再一個試驗，加俄羅斯麵粉，每樣一半，再加牛奶，得出嘅效果比較軟熟好多。用個保温袋、煎袋包住，你可以食少一餐飯。嚟緊係1688嘅剪鼻毛刀，佢都好就真，唔牙釘，好過用鉸剪剪。呢、這個就係控鹽瓶喺淘特買嘅，完全唔得，抌曬佢，佢係啲好垃圾嘅塑膠。9元都費事退啦。拼多多買嘅潮州板栗薯非常之好食。今次我試咗係番薯糖水，臨尾再加一些古法黑糖，我覺得真係好食，落咗好多好多薑。番薯都煮到溶咗，但係都有啲冇溶到。跟條充電線非常好用，係好粗嘅嗰只，1688係賣5個幾一條。我要賣成10元。而家係香港嘅媽媽網討論區裏面好熱烈咁講呢隻厚身牌嘅曱甴藥，非常之有效。688係廠家，佢只係賣5元雞。呢啲曱甴屋嘅效能就唔係好大啦，槍口咧都要撳落去要自己剪嘅。唔記得幾多錢，但係好平，佢唔係 Unleven 嗰啲買到成3000幾元。跟住就係淘特嘅襪，呢個係出口日本，質量完全絕對可以，用嚟翻工著、翻學著非常好。跟住就係淘寶嘅 T 恤，呢件又係出口日本嘅，非常之抵，20元一件，係19.9元，用嚟當底衫著非常之好，完全唔需要有牌子，呢啲就係實際實用。學猶太佬話齋，呢啲先係最實際。以色列是找不到 Gucci、Chanel、LV 这些這牌子，因为他们是绝对不会买的，那帮犹太佬他们精过鬼，他们会买的就是这牌子，实际。很多网友问我的问题，我想在最后可以解答到。跟算用这两间我又买了，试试跟着这两间，是在淘特。冲牙机在拼多多是最便宜，试试拼多多。但淘特有一部68元的松下机芯，那部我现在买了2部都用得下。最后尾呢个系最平嘅，如果买原装松下，就喺拼多多。有人闹我，香港啲店就嚟会冧，香港加速玩完，我都唔知点搞。